讲话，怎样啊？越拖越晚。讲话，打哪里？打哪里？打哪里？打后面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在录啊。打后面，打后面，打后面，打后面那两队。还是我们先去看那个，靠呀，你在哪？还是我们先去看溜手那队。Duke，溜手看不到吧？还是你说？那肯定是趴在这三阴人呢、啊。溜手看不到吧？还是你说地铁口那溜手？哎，我想上这个山呢、欸，我们一起上这个山好了。靠，我手电机啊！Mark the location. 你不要我什么想？方向看到了，Mark the location. 出去了。前方に敵がいるよ。两个以上。哎，他们是在学校里啊，我们要赶紧去。刚下地铁吗？没有，他进学校。要不赶紧去啊，两个人而已。不就放两个吗？他们在打 boss 啊，来吧，等下打起来吧。他们在打 boss 啊，我准备先破土墙。放上去吧。没有话，继续的话那走啊。哦，那刘禅要打的话，我以后我该没有直接把后面那留下来。啊，我不知道要打哪里啊，现在找到人了，刚才没找到。Mark the location. 你打这里啊？不是学校真的有人吗？有。哎，你刚打那个是真的一个人就这样死了？对。哦，boss 开打了，凑热闹，要吗？好啊。第一个，吴尚宇后面有人，我刚跑一个到，对，就是你喷到那个。哎呦，把枪啊，很强哎、欸！怎么做两个？有一个是 boss 吗？这包怎么捡、欸？我不用762啊，我不用七，嗯 boss。我帮你捡。捡不了啊，捡不了啊，打不开啊！他们要分配吧？这个可以开，可以开。哎，五级甲，捡不了，要等一下。啥？哎呦，带喷子是对的哎、欸，好强哦，喷到就死哎、欸！喷子好强。那个有一个打残的、哦，真的啊！第二个人也是啊，喷上就死了、啊。第二个人不是我打的、啊，他应该是被我雷炸到，应该是被 boss 跟雷炸到。boss 一直烧他，应该是。可以捡了没啊？差不多。不行啊。啊，可以的，也可以的。啊，我只有那个甲有用啊，其他没用。我不用啊，我不用啊。原来就是跑狙，走吧，走，看地方，我去找吴尚宇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靠腰啊！我饮料嘞，我没带饮料，妈，真的假的？我没带饮料出来啊！靠背啊！吴尚宇，给我一点饮料好不好？三罐。
水管。我也是给你啊，我带蛮多的。不用，够了。我打人机会有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步枪啊。不知道为什么要选。哎，我怎么没人？我是步枪。怎么可能没人？真的要去地铁啊？不知道，要吗？还是去剧院？那去剧院辐射吧。好不巧、哦，我没有。所以下一把我们都会来辐射版。可以啊。我有点缺钱。我不像你们两个那么富有。我好像，你说我拿毒性子弹打人好，还是高爆弹，还是燃烧弹？我不想再买了，我先把毒的打完，我才要再买燃烧弹。我只用高爆弹了，再也不用燃烧弹。燃烧弹很强耶。感觉超远，打一个人打了都没伤害。可是没有被开，啊，有人来过，到底怎样？有枪店的吧？干！那要开吗？还是我去看商店就好？你看无论如何啊。不会吧？开，搞不好开一开就有人来。我先看地段吧。怎么这个人机？被开过。我哭。总后面都没人了、啊，我也很好奇啊。欸、我有那个、欸，我有信号枪哎、欸，直接逼我了，还是进去逼我、哦？我没有板子哦，两个装备太小。可是里面不是有人？刚才不是有人进去？原下地铁了。前方に敵がいるよ。要看个距离，看个位置。前方に敵がいるよ。还是我直接去刷 boss？ 都可以。去哪里刷？你说野外那车，要吗？那我爸开完好了，我爸开完就去。搞不会出奇迹耶、欸！可是没有理由没人来啊，怎么可能没人？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怎么这么少人？他是嗯的，我先一次加这两边地铁。还有人出来？不会那么快吧？确实，他们现在才进去，最快就进去八分钟，没有六分钟，六分钟半。
你要干嘛？撤，直接撤。你们等下直接撤，直接撤的话就直接给我去找你们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你会直接撤吗？还是你现在在这里打一个信号枪，看有没有人过来？我两个，好啊。我现在地下室，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？嗯，可以啊，慢慢来。语言根本把它剪掉。那是谁？点一枪的街头，他怎么一枪不会死？干，为什么我高爆弹？不是，那我们直接去刷 boss 就走了。到时候才问你啊，要不要直接走啊？你要走，我跟你们走啊。那就走了，刷不刷完就走了。哇，刚就这意思啊。但是还是可以先打一颗，反正没啥。搞不好还会遇到人，然后把我们车掉。会不会遇到？四个六级的。OK， 我操，要死了！走最后一个。我都靠，摔下去。伤心地，小哥会被干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打他没伤害啊？我荡掉了是不是？应该吧。我刚刚看你在瞬移、欸，但我不确定是你还是我。哦，子弹怎么不会少？他在哪啊？啊，你卡了。没有，他在哪里啊？看到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有小布，你没有打不到，不是九步，九九步。可是我不知道我打了有没有伤害。哎，我打了没伤害。哎，我是要被 boss 补掉，靠的。不会不会 ，boss 打不中枪。我打了没伤害，我操！卡了一个大 bug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把他引走好不好 ？Thank you 我打东西没伤害，完全没有那种。不愧是 bug 逃生。ここに物資があるよ。一 bug 逃生。哎，我还有一个头哎，怎么那么好？撤呗，走呗。哎呦，我现在打人到有没有伤害？我打人连擦伤都没有哎、欸。但为什么他打我，我可以看得到当下会扣血？不是应该直接一个延迟，然后我直接卡吗？面前卡，对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一堆。
可是他开一枪，我确实就扣一格啊。对，刚刚你有在开火吗？吴少宇，你刚好听到他开火？有啊。我没注意这个。说吴少宇，搞不好是你连火甚至都没开出去，就是个 bug， 你根本没开火。我不知道哈。哦，我现在有了，我现在有伤害了。是网络好了，还是突然就好了？他来的就很突然。Mm-hmm.